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吉尼斯的中国也，肥派王子出国界，肥派王子拜登春，世界纪录又刷新，一分钟内来肥派，十七西瓜全炸开，这个成绩很骄傲，新的纪录又创造。年纪轻轻拜登春，出身之地在农村，受到影视的影响，肥派技艺也见长，虽然家人有意见，他却从来不间断，肥派梦想装心中，苦练肥派基本功。一张柔弱的纸牌，只要到他手里来，经他单手来抛出，切瓜切菜扑簌簌，还能穿透易拉罐，扎到模板的上面，这个绝技不一般，充满艰苦和心酸。只要追梦不放松，机会总会来垂青，因为绝技非常好，电台采访和报道，默默无闻拜登春，一夜之间都翻身，幕后都到了台前，从此人生不平凡。参加中国达人秀，观众认可和接受，凭借精湛的表演亮瞎观众的双眼，从此一举都成名，全国各地都走红，肥派王子的美誉也被观众记心里。中国达人秀走红，十里八乡都有名，纷纷拜师和学艺，收下很多的徒弟，很多都是慕名来，跟他来学习肥派，他把奇迹来创造，父母感觉都骄傲。凭借对肥派热爱，各种荣誉桂冠带，家人支持和包容，助他事业来飞腾，因为当初的坚持才有今天的样子，如果当初要放弃，哪有后来的机遇。机遇留给准备人，坚持不懈是根本，事业成功拜登春，也得别人影响深，激励年轻的一代成为榜样和表率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机会机遇一大把，只要坚持别放松，总有一天会成功。赞美容易接踵来，不是老天的安排，靠着当初不放弃，才有今天的成绩，面对赞美和歌颂，依然显得很平静，这份淡定不平凡，颇有大师的风范。中华肥派的联盟也让很多人憧憬，作为联盟创始人，他是一个大忙人，除了日常的演出，更多精力去投入，借助个人的影响，肥派发展和推广，注册自己的商标，稳定发展和提高，五湖四海朋友来，大家一起学肥派，那个学肥派。回来年三次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作歌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，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，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，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，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灵花太紧张，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，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，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，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十周年，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只是常态。